过来啊！我做事你让人家追什么鸡鸭了啊？啊！哦，我做事你忘记我是谁了是不是？你忘记我是谁了是不是？啊！让你眼睛跑死！你们这些警察、啊！哎、欸，你要怎样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我做事是等一下。我一定要死啊！你冷静一点好不好？没记得我，没记不记得我 ？Hello， 冷静一点。喂，支援快一点！讨厌你们！快点！我讨厌你们了！真的是麒麟都在转世的呢，我是麒麟豹了呢。好了，你等一下，哦、我走了，你我让你解闷。放松，放松。我每天都过这种生活，你知不知道？放松啊，你不要这样子。来，翻身。好、啊，你不要反抗哈、哦，你放轻松哈、哦，你放轻松。本所接获民众报案。有男子窃取超商物品遭发现，在现场大声咆哮，警网立即前往查缉，男子见状疯狂逃逸，随即被员警制服，全案依法移送侦办。